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给大家做一期，工业的机器。你们猜是什么？这一期咱们做一个挖掘机，特别简单啊，你们跟着看一遍就应该都会了。来，咱们开始吧。这个位置正好，也不占地儿。这边是七个楼梯，然后中间隔了三个，再放一排。中间咱们用原石墙把它铺满，前面留一格，后边留一格，掐头去尾正好。因为这一类机器都是黄色的居多嘛，所以咱们也用黄色的方块。这里我选的是灰色的玻璃。好，操控室咱们就已经做好了，现在看着是不是有点像坦克呀？然后这里咱们放上它的大灯。后边弄几个楼梯装饰一下。好了，然后下一步咱们做它的一个那个臂爪。然后这都敲掉。然后这里是一个倒放的楼梯和一个正放的楼梯，下面还有爪子，蛮像的吧？然后咱们再稍微修饰一下，上面这两个点不太好看，然后原石墙咱们放这儿，当成一个活塞的一个机器，然后后边再放两个，充当一个发动机。我们的挖掘机就成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一看就会了吧？下次咱们开着它去建房子。